对啊，怎么说到里面去这啦？家伙怪才烧不会下好久，去对，啊，快烧完了，是，还没升吧？nice，看看啊，搞不好我下去就有了。有了，我们已经真的装假到，的？装到有点多果了。然，我需要那个风破，要看到风破了。用掠夺，用掠夺，风破用力掠夺刚来打，这，又升了，这么快？对，对啊，呜呼，哦呦，烧起来了没抽他，耶，烧起来耶，耶，升飞了，过升来了。了耶。这里为什么写一个 paper？哦，你的房子哦。对啊，太好了，太没好了。有，不是我的房子，我原本的床放那里，你可以把它拔掉。哇，有些是摔死的，就不会有那个掠夺。哦，他们笨蛋。我想说，你干嘛在那边打一个 paper？可恶，只有十颗。看看我有捡有到意思。2颗，12颗，12颗。哦，这是什反么？正先那个拿到了，就先放那个车站的那个大箱子。哎，那个纸片，你这个黄金马为什么会在这边？金金马。马铠哦，对啊，可不可以放外面？可以啊，随便你放啊。我放哪里啊？你完全就乱放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放在这个啊？我放哪里？车站的那个车通站道的那边，这边有真够的进飞的。那就交给你处理啦，送给你啊。他在外面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没把有？你说马哦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马场啊，我只好乱放喽。巨人马场，我觉得放里面感觉会比较安全，你要放僵尸旁边哦。都是图我这书边感馆觉不管理员。错放在这里，不，总之不要放在这里。我只是觉得它很走路卡着，都很容易卡到我。好啊，哦，我记得上哦，放玻璃好像它不算门，对不对？玻璃哦，玻璃不算啊，可玻璃不算啊，好像不算，玻璃不算。你看怎么听到"砰"一声？你在治疗他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敲玻璃，哦，你在敲玻璃，我想这，听到了，没要交配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我问一他下，这个，我可以继续我的暴政吗？你要杀你什要么？干嘛？他把是我把他关起来，你要暴政他喽？监对禁啊，他，但他只有一格的路可以走，然后好真的可是怜个哦，恶家魔。就没事做，被迫生小孩。被迫生产有没有？他的附魔术我觉得还不错，欸，还算不一下错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都没有特别看，效率三欸，对还不啊，错啊，还不错啊，个人觉得还不错。他都被强力三跟效率三欸，都不错欸，被迫在这边生小孩，面包被我吃掉了，我被我吸走了。去拿一些甘蔗弄出籽啊，看后面是什么。我想一下哦，我们有种甘蔗吗？好你像没听有。到有人摔啊，发生什么？怎么这边还有炮？我找木头出来，我要监禁他。哇，他可以换玻璃欸，他可以换玻璃，还不错啊。他想要跟你啊？一起他想玩要玻璃。玻璃，他喜欢玻璃。玻璃，记得我甘们是蔗没只有有木十个哎，去砍个木头好了。甘蔗都没有了，甘蔗在那个钓鱼那边对面啊，钓鱼那附近不是哦。好，有？我去拿一些。哦，这里都已经长出小麦长出来了，没有人采收。目前不缺。对啊，没有人要采收了，叫村民来采收啊。他不是农夫就不会采收吧？是哦，我以为都会采收诶。哎，我采了一点。好多怪哦，外面。当然多了。超多的，被我们有一种排挤效应啊。里面没有怪，外面就会一大堆。对啊，白天的时候就会看到外面就是长城在，我吓我一跳。有火焰，我只是想挖个木头，你们就在这边。你又没有经过他们同意。哦，只有12张纸而已，他们这是动不我的动地就要，盘呢，真的是。动不动就要20张，我这里只有12张而已。可是外要面这那么边应该还多？有吧？没有，我刚刚剩下的拿去种了，这样之后可以长更哎，多。竟然只有一个。太矮是不是？那我挖这个。哎，这里面还有10个哎，是的，里面竟然还有12个甘蔗。12个甘蔗，我再去把这个树的种下去。我有十二树张的，纸。什么树的？哦，树的，树的。那个拿错我了。放在箱子里面，那个巧克力我放在箱子里。好。哎，你已经种到最旁边了，对啊。要再种。我种有满了，还有，要种出去哦。哪边还可以种？我们能种就只有这么一小段，是不是？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好的地方种。我找生哦。这个可能要请有想法的人来设计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跳设计这个跳台。
有想法的，我觉得他们的想法都很多啊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放那个跳过来之后会到那个屋顶，对不对？你就在屋顶上面放那个一般的跑酷平台。就是你看到我那个第一个平台已经改成那样了，好大一个，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哎，你那边最高那边有一个空空的，这是干嘛的？哇哦，反正就是反弹到第一个平台之后，可以在一个爬梯往上爬，直接被炸死，真可惜。因为我本来是想说，就是你就是可以在屋顶上面四处跑，然后上面有那个一般的平台，然后就是在屋顶上面跑来跑去这样。可以换玻璃耶。你可以大概就是以大概沙漠村的这个范围，然后之后你可以做一个循环，然后绕一绕之后再绕回去那个灯塔那边。灯塔我还有用跳台哦，这样之后你就可以一整个循环。哇，这要33张纸。哇，史莱姆的声音。哦，死人魔，等一下，下一个要等33张纸。有声了，有声了，有声的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一只，等等我就过去了。反正他应该不会很快就消失吧？他不会很快消失啊，没有这么快的。哦，这里竟然有人来过，是不是？你们在这边种花，它会长得比较快吗？不会，种花，这有花，一朵花在这。他好像要小心，不要让他那个，不要让他被摔死。哎、欸，他下面是不是？嗯，他下面这里不好，找一个房间把它关起来。哦，他是属于那个中型的。对啊，他不是最大的。乱讲，中型而已哦。哦，十个。嗯，带去哪里好呢？哎呦，楼上可以去哎、欸。如果你们会宕机啊，你们可以就是。可以改自己调画质一下，有最低画质可以使用。现在好像都可以调了、欸。现在还是要看吧，不一定。好，我看就是有些人没有，不是合作伙伴，然后也有。那是因为开的次数有固定量的话。哦，有常开就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村民僵尸要怎么办？我想把它带到另外一个房间，然后做成那个。可是我们要先把它变，我们要先让它变成那个、啊。那个还要变成村民啊？哦，你说那个哦？对啊，那个，那个，我也是我带来的那两个。那个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房间真的很容易，就是我们这样很快就可以生产。哦，找到一个好地方了，就觉得是悟星的房间了。嗯，存空地很大、哦。哎、欸，悟星，我就是有个房间贴着你的告示来写。我回去村民村那边那个、啊、拿那个做虚弱药水。哦，已经做好了，已经做好了吗？带过来。没有啊，我还没有做啊。所以我想说，要不要做一条路可以到天花板？天花板。所以悟星，你是能做还是说没有？因为我刚刚一直看，为什么要去天花板？怕它消失啊。因为刚刚大家不在，所以我在这边看守它。过来，听话。所以你能够做出来哦？那我要回村庄看看有没有材料啊。好啊，我们来顾。那种子才听话吗？要回村庄才知道。出去！哦，他一出去就用冲的、欸，不行，他跳出来了，他暴走，太冲了啦，超冲的，太冲了！我是把你推回去好了，对，这是死路。太冲了，太冲了！这里，显然他有多讨厌你啊！这里，他是害怕，要逃离你的魔掌。这里。有点远啊！你是说旁边要改成那个是不是？改成荧光石是不是？推，哦哦哦，好，没问题。既然你都出来，就把你带到产房预定地哦。走，改荧光石，走。啊、哦，要推好久哦。没声。喂、欸，哼，哦，要白天了，要白天了。推，我获得了一个防爆二、耐久二的锁链护腿。推，所以前面三个是固定的，是不是？前面三个跳台是固定的，也可以换啊，看你们。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调远一点，把这个洞，你说第一个远一点哦、喔。对啊，我来讲，还有回压力板，怎么到这里啊？这里回不去啊，笨蛋。那纸片来试验一下好不好？先跳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啊，我在跟村民那个周旋中推。推，来，我来跳，推，过去，出去，哎、欸，那就这里好了，这里是个好地方。要怎么跳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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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就到这里了。等一下，那个第一个要不要远一点？
第一个再远就接不到了。收东西，这我拿沙眼。在我说往前一点、欸，我沙眼不行哈，就目前是这样子喽。嗯，而且它越跳越低、哦，再来就几乎快要跳不到哪了、这个东西。所以你要在做一般的平台，那个提高它的那个上升的高，要上升高度啊。我觉得这个没有落差，感觉很没有很爽。我拿过来，没错，就是这里，这里，对对对。怎样的没有落差？对对对，就是如果从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弹到的话，其实可以弹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所以第一个低一点，第二个高一点，是不是会弹比较有落差感？哦、感觉比较爽。对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应该是在这里。那把第一个弹到下面来看看。拜喽，不错了。那我先去猜一下。我还是觉得第一个要低一点，来设计一下跳台。把村民处理好了，我来看你们在干嘛。这样一下跳上一下跳下，感觉很爽。来跳跳看，跳跳湖，跳上跳下。笑痛死了！啊！哦，没死，好险啊！走过头了，我吓死了。耶、yeah. ！你跳去哪？这个挖掉了。不是，我从另外一个洞掉出去了。就是我们上次一直跳的那个，谁啊？就是在那盖那个仙人掌。那个纸片，你跳一下，你来身先士卒一下。不要啦，真的会死啊！不会啦，帮我们测一下那个这么远的、哦，最远的可以跳到哪里？这个不可能跳得到啦。不是，是先帮我跳一下第一个，你直接奋勇往前跳一下。哦，那我要脱装备，你就奋力往前跳一下，为我们。为我们伟大的工程、啊，我想说我要存经验值的说，你现在经验值多少？我才九，九、啊，对啊，那就跳吧。你真的太孬了，但我永远不能附魔啊！干嘛这样子？秋风，你要看清楚哦。我想附魔。好好好，我正在看了，用力哦，奋力一跳哦，奋力一跳，好奋力哦！天啊，就在这是不是？好，其实我没有跳起来，我是摔下来的。所以你没跳起来，一个脚底稳，换纸片，换我吗？把东西吸一吸，两个一起看好。我东吸到你好多东西哦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先看他，他跳了。你要跳哦，奋力一跳来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僵尸猪可以几秒哎、欸。好了，玩到虚不透了啦，没有也没有奋力一跳。游戏玩太多，我想到虚不透是跑步哦。会不会跳哦？会不会跳啊？你们太白痴！我再跳一次，我再跳一次。哦，嗯，你们先把东西放在箱子里好不好？那个是我不要的垃圾。哎、欸，我来跳了，来跳了。你们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来跳了。哦，所以导致我现在身上被吸你们东西吸了。地上东西的垃圾是不是？好，我吸走，吸走。给我啊！我现在十级了，我把你的垃圾都吸走了。吸你们的经验吸到十级，不然秋风自杀一下，把卷子给我。我的画质很差吗？要来看我了吗？你就擦了吧，那就擦了，都已经。虚弱一就好，还是要二啊？你要那个盐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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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起来，跳啊跳！虚弱药水你要延长它的时效，还要飞剑哦，可以跳到这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蛮远的，很远呢。所以是可以跳到栏杆这里耶，最栏杆这里耶。对啊，大概在这里，还不错。装备放哪里啊？对对对，是这里吗？啊？你为什么要派一个是我掉的装备？没有装备的人来。没有，你不是说你不要啊？我那时候不要。你是不是说垃圾？我讲错了。全部都在里面啦！啊，装备除了我身上穿的以外，啊你不觉得看我亮晶晶的吗？还我啦！我也那个我弄了很久，please。好了好了，第一个平台就设计在这里好不好？不是这里，听到很掉进去，不是这里，对，原来是那个。还准备掉进去？哎、欸，那好，应该还有一个吧。我身上还有一件裤子。哦，那给我吧。哎、欸，你有吸到？没有啊，没有吸到。我吸到一件裤子。你要过去地狱拿？那个保护的裤子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这样弄一弄，会有大概有八个塞姆砖哦。我把它放在那个了，放在墙壁。越多了、欸。你说车站的吗？车站对，地狱门旁边的。要不要再跳一下？现在有良好的防护措施了。好好好，那有防护了、哦。现在有跳台可以跳了。来啊，跳到这个跳台之后，要跳到第二个跳台，可以吗？
好像因为用加速跳就会比较弹比较矮，弹比较。